有時睇到嗰啲人佢譬如話食咗啲健康食品呢，舉個例佢個癌縮細咗啦，或者個癌唔見咗，咁佢好開心，好似執返條命咁樣，咁我都戥佢開心。是真的有些 case， 你讲啲 case 过嚟听。最戏剧性的一个例子就是这样的。有一次呢就有个是便衣警探，即是 CID 咁样，我唔知道是警察嚟。咁呢佢嚟到呢佢就话佢有鼻咽癌，咁已经系上咗脑添。嗯，是末期吗？上脑了是吧？是的，要末期的嘛。咁呢佢本来唔知道我有个铺头嘅，就是因为佢个女朋友睇信報啊，然後呢就上網啊，知道有顧小培咁，佢話同佢男朋友講你試下啦，反正都冇所謂啦，試下啦咁樣。咁呢我就介紹佢食個四小補，即係四小補就係洋葱素、綠茶素、粟米心素同埋蘋果素。咁食咗一個半月呢，咁佢就話俾我聽佢腦嗰個癌呢係冇咗啦，唔見咗。咁佢仲身體仲開始慢慢係壯健咗，由本來嘅70幾磅呢就上返去到130幾磅。哇，咁佢仲可以踩單車返工。咁呢件事呢就驚動咗警察局。因為原來呢警察局裏面呢有個福利組嘅，呢個福利組呢係如果啲警察喺死亡嗰時呢，個福利組就幫佢負責安排啲殯儀嗰啲嘢。咁後尾我先知道呢，原來福利組已經準備晒成套嗰啲殯儀嗰啲事項㗎啦。個人一死咗呢就即刻可以即係啟動㗎啦。咁而家佢冇死到喎。咁呢個福利組就開始有興趣啦，因為原來警察隊伍裏面呢有3000幾個人都有 cancer。3000多人？有3000人有 cancer。咁但如果每一次都可以慳返呢個殯儀嘅話呢，你就算閒閒地10000蚊一次啦，咁你3000幾個人咪可以慳返3000幾萬囉。咁呢件事呢就即係算係驚動咗個警署啦。咁嗰個福利組個總警司呢就親自過嚟想了解一下情況。咁後尾呢就好多總警司，香港好似有6個總警司。咁副警務處長都過嚟啦。係呀。咁呢就然後好多嗰啲警署嘅嗰啲高級嗰啲就一個個都過嚟，咁佢想了解一下情況。咁我就去咁佢請我去香港警署，仲有一個佢哋有一個好出名嘅咖喱嘅，係嗰啲印度巴基斯坦嗰啲警察，佢每個星期三有咖喱日嘅。係咩？係啊，咁請我食咖喱餐，食咖喱，咁然後呢就請我去解釋呢個四小寶俾嗰啲警察聽啊咁樣。咁所以我呢就而家收收埋埋呢好多張卡片嘅。好高級嘅嗰啲警務人員嘅卡片。呢個係都係一個好似草郵票咁樣草一個 collection 咁樣。所以現在你有一些的顧客是警察是嗎？係呀。原來警察有這麼多的病人啊，就是 cancer。有嘅，因為可能佢哋壓力大啦，以前壓力就會令到容易會有細胞癌变啊，咁样癌变、癌变，但是这个警察，你说吃了你多久的药？这个 cancer 比个半月，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就没有6个星期。然后是哪些素呢？你就系嗰四小补咯，就系四小补。系啊，咁佢后屘话俾我听，玉米新素、苹果果胶、洋葱素、绿茶素。佢后屘话俾我听，佢话佢本来啲人唔半信半疑嘅，所以佢未嚟之前咧就先做一个 PET scan， 即系证明佢有呢个癌喺脑啦。然后食完咗之后呢再做个 PET scan， 个分别呢就是个脑嗰个癌系唔见咗。即系唔见咗。唔见咗。哇哦。那所以他非常开心。救命恩人呢，你几乎等于。呢个系我只系介绍啲嘢俾人食啫。系啊。但那他当时医生怎么跟他说？医生都叫佢要食啲嘢，要玩就尽量食，尽量玩噶啦，咁样。哦，所以是不是看你的一些客人哈，是不是都是就是如果有病的话，都是那个 stage， 说医生啊，传统的医生都没办法了，所以才来找你的。
有啲係老人家嘅、嗯、因為香港醫療制度呢，譬如話你去公立醫院，如果你已經去到70歲或者以上呢，而發現有癌呢，咁醫生通常就用化療嘅方法對付個癌嘅，但化療有好多好緊要嘅副作用，係年紀大未必受得住、嗯嗯、所以醫生就通常70歲以上呢就算是放棄了它，即是說如果你有些不舒服或有些痛呢，就給些止痛藥你、或者是直接說跟它即是開心一點、啊、這樣。嗯。但是對個醫生來說呢，那個是一個病人，但是對個病人的家屬來說，那個是他的家人來的。那沒有可能是對個家人說善終啊這樣，當然要盡最後的努力才可以即是盡曬努力先去救個屋企人，所以好多年紀大嗰啲長者呢就嚟我鋪頭，就係嗰啲個仔呀女呢就想搵下有冇另外嘅方法可以幫嗰、那個爸爸或者媽媽，令到佢唔需要用化療嘅方法可以處理個癌咁樣。嗯，我記得其實你最開始講說有些老人家，比如說老人痴呆，其实你是一些健康食品也蛮有效的，有这种 case 真的吃老人痴呆吃你的药然后就好了吗？有的，有一个一方的名人，他是不方便讲他的名字，嗯，那他就那他有老人退化症，嗯，那他的太太呢就听到我或者有些人可以帮他，于是就買咗兩個健康食品，一個呢就叫做蘋果果膠、嗯、一個呢就叫做預留肉簡、嗯、咁佢食咗一個月呢，咁佢返嚟話俾我聽，佢話幾好喎、啊、咁我話好成點呢，佢話佢個 husband 呢就而家講話講多咗啦、嗯、就一齊喺度聽緊啲古典音樂呢，佢就可以佢話講得出嗰、那個作曲家個名字啊，嗯，又可以去唱翻嗰啲旋律出嚟啊，咁、哦、樣，即係對人嘅反應就會眼神接觸又會好咗啊，咁樣。嗯，因為冇嘢會無端端發生噶嘛。嗯，咁如果有改善咧，即係話梗係有啲嘢係做對咗噶嘛。嗯嗯嗯。咁就好似你同我講。我而家好口渴啦，有咩可以止渴啦？咁我话你试下饮水啦。咁你饮咗两杯水，咦，好似几好喎，冇咁口渴。嗱，如果我同你讲话，你口渴啦，食块面包啦，你食十磅都口渴噶嘛、嗯？因为个方法系错嘅。嗯。咁如果你觉得有改善咧，冇嘢会无端端好翻嘅，实系个方法系对。即系话依个健康食品同埋依个剂量咧，喺嗰个人身上咧系 work 嘅，系用系得嘅。嗯。咁只要你繼續用，咁你好似繼續飲水，咪緊有一日會繼續好翻噶。嗯，就是他現在就是這個名人，他在沒吃你的健康食品之前，他就說完全是痴呆的，就是跟人交流不了的嗎？係啊，即係個人會氣性往來，粒聲唔出啊，嗯、有陣時會發大脾氣啊，嗯，咁樣咯，嗯，咁而家咧就。可以同人傾下偈啊，咁樣。OK， 這個進步是要多長時間才有進步呢？兩三個月到啦。兩三個月就可以、啊、，OK。就有咁嘅好處。這除了蘋果果膠，是不是你之前講的，比如說綠茶素，這個是很好的一個防痴呆的健康食品？綠茶素呢，就係、是、唐氏綜合症嗰啲小朋友就啱，因為佢哋係嗰個。脑神经在发展的时候，每一个神经细胞伸延一些竹梳出来的。举个例子，譬如说现在一个神经细胞有三条接收信息的竹梳。如果即是说那个小朋友呢，三样东西就完全是可以接收，第四样就接收不到的。嗯。但是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是一个交响乐的指挥，咁佢同時要聽十幾個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仲要加幾件木管樂器、銅管樂器、敲擊樂器，咁即係同一秒鐘呢，可能有20個音樂同時入佢個
耳仔喎。嗯。咁佢就要有二十条竹须咧，先可以去平衡处理嗰二十个嘅讯息。嗯。所以竹须一多咧，个人嘅专注力就会好啲，思考能力就会强啲。咁有个健康食品咧，叫牛肉碱咧，就可以增加竹须数目。同埋咧，嗰个绿茶素咧就可以令到嗰个细胞可以生啲竹须出嚟。咁有一次有个人佢话佢个细蚊仔有即系蒙古儿，即系唐氏综合症。咁佢话有冇方法可以帮佢？咁我话你试下用绿茶素啦。咁即系亦都喺度买紧嘅，有绿茶素俾个细蚊仔食。佢都系有见到佢有进步。但是我之前问过您，您说这个防痴呆应该是吃绿茶素，但是你刚才说那个名人是有老人痴呆，反而是给他苹果胶，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两种苹果果胶咧，就是、增加佢记忆嘅。绿茶素咧就增加佢个认知能力嘅。嗯。譬如话，举个例啦，我哋知道。大便咧要除褲嘅，嗯，但系当你有认知人哋一退步咧，你唔知道先要除褲先大便，咁咪成褲都系噶嘛。咁依个咧就同个记忆冇关系，嗰个认知能力。譬如话一个人，譬如我哋揸住个苹果，将苹果调转咗咧，我哋都知道嗰只系苹果嚟嘅。嗯，但系有啲问题嗰啲人咧，佢调转咗佢就唔知道系苹果嚟噶。那个认知的方面啊，即是他本来懂得用筷子，他现在用不到筷子。嗯。因为这些是学习回来的东西，不是天生。天生我们用手去拿着东西放入口食的嘛。嗯。那要懂得用刀叉用筷子是要学的。但是当个学习能力是没有了的话呢，即是连本来学到的东西都没有了嘛。嗯。明白，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就是，如果是老人痴呆的话，也要吃苹果胶，同时也要吃绿茶素，对不对？是，如果真系发生，如果你话我想预防嘅，咁就食一两样得噶啦。但系如果系真系出现问题咧，我就会介绍多几样嘢嘅。明白。除此，你刚才讲了一个鼻咽癌的，好了一个多月。一个名人不方便说名字的吃了，他本身是老人痴呆，那么吃了你的药吃了你的健康食品两三个月，就明显的连都会歌都会唱，是古典音乐是吗？是啊是啊。还有这个小孩有没有什么案例？有的有一个导演，咁呢佢个细蚊仔呢就有湿疹。咁咁湿疹咧，就医生一般就系用类固醇啦，就揿住佢嘅。但系用得几用咧，就又会爆翻出嚟。咁点样对付湿疹咧？就系用洋葱素、绿茶素就对付湿疹。咁佢食好咗之后咧，咁佢班上啲同学都过嚟啦。嗯。吃多久就好了呢？两个到四个星期到啦。啊。那么快，快全部都好了啊！哈、uh-huh ，系啊，咁啊，湿疹啊，鼻敏感啊，咁另外咧，就有一次，有一个名人咧，咁佢下边嘅生意里边咧，系包含一个出版社嘅，咁佢就话，不如咧，我叫嗰个杂志嘅编辑访问你啦，嗯，就。咁你可以讲下嗰啲湿疹啊，咁样有咩好处咁？咁嗰个编辑好客气，因为老板叫到佢去访问我，佢就同我讲，佢话你想讲啲咩嘢？嗯，我就访问你咩嘢噶啦。嗯嗯，就仲有一次咧，就系减肥嘅。嗯，就减肥同埋甩头发。嗯，因为明星咧系唔可以甩头发嘅，甩头发对佢嚟讲真系一系就戴假发，如果唔系就甩光晒就觉得佢衰老啦嘛，老咗。咁同埋咧又唔可以太肥嘅，太肥咧人哋就影佢个 pat pat 啊，个 pat pat 已经咁大啦，或者有个
车胎啊，喺个肚腩嗰度啊咁。嗯。咁我就有个方咧，就帮人去减肥嘅。啊，还有帮减肥的。帮人减肥嘅。咁有个明星嘅星妈，佢又好想 fit 嘅。咁佢就食咗啲健康食品咧，佢好开心。佢话我有一条本来6000蚊一条裤啊，我着唔落啊。咁而家着得到嗰条裤啊。咁样。刚才我不懂，你说有一个什么大老板，他叫他手下的一个员工访问你，那他这个大老板是有病吗？还是员工有病？是个大老板那个女有病。哦，就是你说是有湿疹的。不是，有湿疹是个导演的仔。那这个大老板的女儿有什么病？有一样叫做玫瑰座疮。哦 ，rosacea。啊 ，rosacea。嗯，然后呢？咁好翻啦。哦，你是连皮肤病都看到？系啊。啊啊。这个对付玫瑰座疮个叫杜鹃酸，系臭狐都得嘅。嗯嗯嗯。臭狐咧就搽3天就冇咗臭狐噶啦。是吗？啊哈啊哈啊哈。点解会有臭狐咧？就系因为有啲细菌，嗰啲细菌咧就钻入去个毛孔里边，咁就喺毛里边生长啦。咁就分泌一啲細菌，嗰啲新陳代謝有啲化學物品咧，所以就有臭狐啊。咁呢個叫杜鵑酸咧，佢可以走入個毛孔裏邊咧，係殺死毛孔啲細菌。你是抹的還是吃的？係搽嘅。就是搽嘅。搽嘅。抹的。啊啊啊啊啊！嗰個暗瘡都係啊，暗瘡都係因為細菌感染，係一種細菌叫 propionic bacteria。嗯。佢咧就鑽入個面到嗰啲皮肤里边，喺毛孔里边，咁一般嘅暗疮药咧就系、是、啲抗生素，就系搽嗰啲皮肤就杀死表面嘅细菌，但系嗰啲细菌咧就匿喺个毛孔里边匿埋咗，咁下次又捐翻出嚟，所以暗疮好难断尾，就系咁嘅原因。咁但系呢个杜鹃酸咧就可以捐入个毛孔里边杀死毛孔啲细菌，咁就可以清理咗嗰个暗疮，同埋咧。呢、这个杜鹃酸咧，仲可以去咗以前暗疮留底啲印啊，还可以去印的，仲可以去印。譬如话个有啲老人斑啊、荷尔蒙斑啊，都可以噶，都可以清咗啲印去。同埋咧，这个杜鹃酸可以将厚咗嘅皮咧可以薄翻嘅。譬如话暗疮完咗之后个面咧，好似地球表面、月球表面凹凹凸凸咧，佢之所以能够凹凹凸凸，因为啲皮肤硬咗，先可以维持佢凹凹凸凸。但如果令到个角质细胞是不要生那么多，不要增生得那么快，那个皮肤就软返的了。嗯。那些硬皮就会没了的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因为有些人有什么油性皮肤、干性皮肤、敏感性皮肤，这都适合用的吗？都可以的。啊、就都可以。所以你自己说，其实有很多的例子是吃了健康食品，甚至抹了健康食品都可以好的，是吗？是啊，有很多健康食品呢，就是譬如说有些人他说手脚冰冻的。哎，咁有咩定可以手脚唔冰冻咧？咁、哎、呢、這个吓，嗯、哦，譬如话有啲咧就唔系致命嘅，譬如话佢想冇皱纹啦。啊，哦，你美容都是专家。点解会有皱纹咧？因为皮肤有种叫做胶原蛋白。系啊。但一个皮肤最靓嗰啲就系 baby， 因为 baby 下边有好多胶原蛋白，但系当个胶原一冇咗咧，个皮肤就塌咗落嚟啦，就有条皱纹。但是胶原蛋白呢那个分子量呢是很大的，是没办法查到入去皮肤的。如果你吃胶原蛋白呢，你肠就同你消化了。哦，不得的，人家说喝骨胶原蛋白。没用的，没用的。喝骨胶原蛋白。不得的。哦哦 ,ok。那你就算你说有些是将它分子量减细了，就算吸了有血里面，那是怎样，那它懂得去到皮肤吗？嗯。你怎样去direct 嗰啲東西到皮膚咧，咁、去到皮膚又點樣可以令到皮膚細胞去做膠原蛋白咧？咁、但係有一個健康食品咧，叫做硫辛酸咧，就可以令到皮膚本身嘅成纖維細胞咧，係做啲新嘅膠原蛋白出嚟。咁有啲女士喺個鋪頭度買咗啲呢個健康食品咧，係即係成個人滑曬，咁貪心到咧，佢連嗰個手踭啲皮膚佢都想滑埋添啊！啊，可以吗？可以的。是抹的吗？又食得又搽得，搽嗰啲咧就可以，譬如话眼肚嗰个皮肤绷紧嘅话，
單緊咗，眼套有咗冇咗啦，個皮膚就緊緻咗啦，或者係嗰個頸嗰啲鬆咗嘅皮又可以扳緊啲啦，咁唔會人哋覺得你係睇住個皮就知道你係本來就係老老地咁樣。係，哇！原來其實我以為是藥理專家專門是治病的，原來你還是美容專家哈。有時睇到嗰啲人佢譬如話食咗啲健康食品呢，舉個例佢嘅癌縮細咗啦，或者個癌唔見咗，咁佢好開心，好似執返條命咁樣，咁我都戥佢開心。係真係有啲嘅 case， 你講啲 case 過嚟聽。最戲劇性一個例子呢就咁嘅。有一次呢就有個係便衣警探，即係 CID 咁樣，佢我唔知道係警察嚟。咁佢嚟到呢佢就話佢有鼻咽癌，咁已經係上咗腦添。嗯，是末期嗎？上腦了是嗎？係啦，要末期㗎啦。咁佢本來唔知道我有個鋪頭嘅，就因為佢個女朋友睇信報啊，然後呢就上網啊，知道有顧小培咁，佢話同佢男朋友講你試下啦，反正都冇所謂啦，試下啦咁樣。咁呢我就介紹佢食個四小補，即係四小補就係洋葱素、綠茶素、粟米心素同埋蘋果素。咁食咗一個半月呢，咁佢就話俾我聽佢腦嗰個癌呢係冇咗啦，唔見咗。咁佢仲身體仲開始慢慢係壯健咗，由本來嘅70幾磅呢就上返去到130幾磅。哇，咁佢仲可以踩單車返工。咁呢件事呢就驚動咗警察局。因為原來呢警察局裏面呢有個福利組嘅，呢個福利組呢係如果啲警察喺死亡嗰時呢，個福利組就幫佢負責安排啲殯儀嗰啲嘢。咁後尾我先知道呢，原來福利組已經準備曬成套嗰啲殯儀嗰啲事項㗎啦，個人一死咗呢就即係可以即係啟動㗎啦。咁而家佢冇死到喎。咁呢個福利組就開始有興趣啦，因為原來警察隊伍裏面呢有3000幾個人都有 cancer。3000多人？有3000人有 cancer。咁但如果每一次都可以慳返呢個殯儀嘅話呢，你就算閒閒地10000蚊一次啦，咁你3000幾個人咪可以慳返3000多萬囉。咁呢件事呢就即係算係驚動咗個警署啦，咁嗰個福利組個總警司呢就親自過嚟想了解一下情況。咁後尾呢就好多總警司，香港好似有6個總警司，咁副警務處長都過嚟啦。係呀。咁呢就然後好多嗰啲警署嘅嗰啲高級嗰啲就一個個都過嚟，咁佢想了解一下情況。咁我就去咁佢請我去香港警署，仲有一個佢哋有一個好出名嘅咖喱嘅，係嗰啲印度巴基斯坦嗰啲警察，佢每個星期三有咖喱日嘅。係咩？係啊，咁請我食咖喱餐，食咖喱，咁然後呢就請我去解釋呢個四小寶俾嗰啲警察聽啊咁樣。咁所以我呢就而家收埋呢好多張卡片嘅。好高級嘅嗰啲警務人員嘅卡片。呢個係都係一個好似草郵票咁樣草一個 collection 咁樣。所以現在你有一些的顧客是警察是嗎？係啊。原來警察有這麼多的病人啊，就是 cancer。有嘅，因為可能佢哋壓力大啦，以前壓力就會令到容易會有細胞癌變啊咁樣。癌變、癌變。但是這個警察，你說吃了你多久的藥？這個 cancer 比個半月，一個半月。一個半月就沒有。6個星期。然後吃哪些素呢？你就係嗰四小補。就係四小補。係啊，咁佢後屘話俾我聽。玉米新素、蘋果果膠、洋葱素、綠茶素。佢後屘話俾我聽，佢話佢本來啲人唔半信半疑嘅，所以佢未嚟之前咧就先做一個 PET scan， 即係證明佢有呢個癌喺腦啦。然後食完咗之後咧，再做個 PET scan， 個分別咧就係個腦嗰個癌係唔見咗。即係唔見咗。唔見咗。哇哦！那所以他非常开心，救命恩人呢，你几乎等于。这个是我只是介绍些东西给人吃。是啊，那他当时医生怎么跟他说？
医生都叫佢要食啲嘢，要玩就尽量食，尽量玩噶啦，咁样。哦，所以是不是看你的一些客人哈，是不是都是就是如果有病的话，都是那个 stage 说医生啊，传统的医生都没办法的，所以才来找你的。有啲係老人家嘅，因為香港醫療制度呢，譬如話你去公立醫院，如果你已經去到70歲或者以上呢，而發現有癌呢，咁醫生通常就係用化療嘅方法對付個癌嘅。但化療有好多好緊要嘅副作用，係年紀大未必受得住，所以醫生就通常70歲以上呢就算是放棄了它，就是說如果你有些不舒服或有些痛，就給些止痛藥你、或者是直接說跟它就是開心一點、這樣。但是對個醫生來說那個是一個病人，但是對個病人的家屬來說那個是他的家人來的，那沒有可能是對個家人說善終、啊、這樣，當然要盡最後的努力才可以、就是盡曬努力先去救個屋企人，所以好多年紀大嗰啲長者呢就嚟我鋪頭，就係嗰啲個仔呀女呢就想搵下有冇另外個方法可以幫嗰、那個爸爸或者媽媽，令到佢唔需要用化療嘅方法可以處理個癌咁樣。我記得其實你最開始講說有些老人家，比如說老人痴呆，其实你是一些健康食品也蛮有效的，有这种 case 真的吃老人痴呆吃你的药然后就好了吗？有的，有一个一方的名人，他是不方便讲他的名字，他就他有老人退化症，他的太太呢就听到我或者有些人可以帮他，于是就买了两个健康食品，一个呢就叫做苹果果胶，一个呢就叫做预留肉碱，咁佢食咗一个月呢，咁佢返嚟话俾我听，佢话几好喎、啊、咁我话好成点呢，佢话佢个 husband 呢就而家讲话讲多咗啦，就一齐喺度听緊啲古典音乐呢，佢就可以佢话讲得出嗰、那个作曲家的名字啊，又可以去唱翻嗰啲旋律出嚟啊，咁样，即系对人嘅反应就会眼神接触又会好咗啊，咁样。因为冇嘢会无端端发生噶嘛。咁如果有改善咧，即系话梗系有啲嘢系做对咗噶嘛。咁就好似你同我讲，我而家好口渴啦，有咩可以止渴啊？咁我话你试下饮水啦，咁你饮咗两杯水，咦，好似几好喎，冇咁口渴。嗱，如果我同你讲话，你口渴啊，食块面包啦，你食十磅都口渴噶嘛，因为个方法系错嘅。咁如果你觉得有改善咧，冇嘢会无端端好翻嘅，实系个方法系对，即系话依个健康食品同埋依个剂量咧，喺嗰个人身上咧系 work 嘅，系用系得嘅。咁只要你继续用，咁你好似继续饮水咪。等有一日会继续好翻噶。就是他现在就是这个名人，他在没吃你的健康食品之前，他就说完全是痴呆的，就是跟人交流不了的吗？系啊，即系个人会气性往来，粒声唔出啊，有阵时会发大脾气啊，咁样咯。咁而家咧就可以同人倾下偈啊，咁样。OK， 这个进步是要多长时间才有进步呢？两三个月到啦。两三个月就可以 ，OK。就有咁嘅好处。这除了苹果果胶，是不是你之前讲的，比如说绿茶素，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防痴呆的健康食品？绿茶素呢就是唐氏综合症嗰啲小朋友就啱，因为佢哋系嗰个脑神经喺度发展嗰阵时咧。咁每一个神经细胞伸延一啲竹苏出嚟嘅，举个例，譬如话而家一个神经细胞有三条接收信息嘅竹苏，咁如果即系话嗰个小朋友咧，三样嘢就完全系可以接收，第四样嘢接收唔到嘅。但系举个例，如果一个人系一个
交向我的指挥，咁佢同时要听十几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仲要加几件木管乐器、铜管乐器、敲击乐器，咁即系同一秒钟咧，可能有二十个音乐同时入佢个耳仔嘅。嗯，咁佢就要有二十条竹须咧，先可以去平衡处理个二十个嘅讯息。嗯，所以竹须一多咧，个人嘅专注力就会好啲，思考能力就会强啲。咁有个健康食品咧，叫牛肉碱咧，就可以增加竹须数目，同埋咧嗰个绿茶素咧，就可以令到嗰个细胞可以生啲竹须出嚟。咁有一次有个人佢话佢个细蚊仔有即系蒙古儿，即系唐氏综合症。咁佢话有冇方法可以帮佢？咁我话你试下用绿茶素啦。咁即系亦都喺度买紧嘅，有绿茶素俾个细蚊仔食，佢都系有见到佢有进步。但是我之前问过您，您说这个防痴呆应该是吃绿茶素，但是你刚才说那个名人是有老人痴呆，反而是给他苹果胶，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两种苹果果胶咧，就增加佢记忆嘅。绿茶素咧就增加佢个认知能力嘅。嗯。譬如话，举个例啦，我哋知道大便咧要除裤嘅。嗯。但当你有认知人哋一退步咧，你唔知道先要除裤先大便，咁咪成裤都系噶嘛。咁依个咧就同个记忆冇关系，嗰个认知能力。譬如话一个人譬如我哋揸住个苹果，将苹果调转咗咧，我哋都知道嗰只系苹果嚟嘅。嗯。但系有啲问题嗰啲人咧，佢调转咗佢就唔知道系苹果嚟噶。那个认知嘅方面啊。即系佢本来识得用筷子嘅，佢而家用唔到筷子。嗯，因为啲系学习翻嚟嘅嘢嚟嘅，唔系天生我哋用手去拿住啲嘢放入口食噶嘛。嗯，咁要识得用刀叉、用筷子系要学嘅，但系当个学习能力系冇咗嘅话咧，即系连本来学到嘅嘢都冇咗噶嘛。明白，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就是，如果是老人痴呆的话，也要吃苹果胶，同时也要吃绿茶素，对不对？系，如果真系发生，如果你话我想预防嘅，咁就食一两样得噶啦。但系如果系真系出现问题咧，我就会介绍多几样嘢嘅。明白。除此，你刚才讲了一个鼻咽癌的，好了一个多月。一个名人不方便说名字的吃了，他本身是老人痴呆，那么吃了你的药吃了你的健康食品两三个月，就明显的连都会歌都会唱，是古典音乐是吗？是啊是啊。还有这个小孩有没有什么案例？有的有一个导演，咁呢佢个细蚊仔呢就有湿疹。咁咁湿疹咧，就医生一般就系用类固醇啦，就揿住佢嘅。但系用得几用咧，就又会爆翻出嚟。咁点样对付湿疹咧？就系用洋葱素、绿茶素就对付湿疹。咁佢食好咗之后咧，咁佢班上啲同学都过嚟啦。吃多久就好了呢？两个到四个星期到啦。那么快，快全部都好了啊！哈、uh-huh ，系啊，咁啊湿疹啊、鼻敏感啊，咁另外咧就有一次，有一个名人咧，咁佢下边嘅生意里边咧系包含一个出版社嘅，咁佢就话，不如咧你我叫嗰个杂志嘅编辑访问你啦，嗯，就。咁你可以讲下嗰啲湿疹啊，咁样有咩好处咁？咁嗰个编辑好客气，因为老板叫到佢去访问我，佢就同我讲，佢话你想讲啲咩嘢？嗯，我就访问你咩嘢噶啦。嗯嗯，就仲有一次咧，就系减肥嘅。嗯，就减肥同埋甩头发。嗯，因为明星咧系唔可以甩头发嘅，
一头发到佢样，真系一系就戴假发，如果唔系就甩光晒，就觉得佢衰老啦嘛，老咗。咁同埋咧又唔可以太肥嘅，太肥咧人哋就影佢个 pat pat 啊，个 pat pat 已经咁大啦，或者有个车胎啊喺个肚腩嗰度啊咁。嗯。咁我就有个方咧就帮人去减肥嘅。啊，还有帮减肥的。帮人减肥嘅。咁有个明星嘅星妈，佢又好想 fit 嘅。咁佢就食咗啲健康食品咧，佢好开心。佢话我有一条本来6000蚊一条裤啊，我着唔落啊。咁而家着得到嗰条裤啊。咁样。刚才我不懂，你说有一个什么大老板，他叫他手下的一个员工访问你。那他这个大老板是有病吗？还是员工有病？是个大老板那个女有病。哦，就是你说是有湿疹的。不是，有湿疹是个导演的仔。那这个大老板的女儿有什么病？有一样叫做玫瑰座疮。哦 ,rosacea。啊 ,rosacea。嗯，然后呢？那好翻啦。哦，你是连皮肤病都看到。是啊。这个对付玫瑰座疮的叫杜鹃酸。是臭狐都得的。嗯嗯嗯。臭狐呢就查3天就冇咗臭狐了。是吗？为什么会有臭狐呢？就是因为有些细菌，那些细菌呢就捐入去个毛孔里面，那就在毛里面生长呢，那就分别一些细菌那些新陈代谢有些化学物品呢，所以就有臭狐了。咁呢个叫杜鹃酸咧，佢可以走入个毛孔里边咧，系杀死毛孔啲细菌。你是抹的还是吃的？系搽嘅。就是搽嘅。搽嘅。抹的。啊啊啊啊！嗰个暗疮都系啊，暗疮都系因为细菌感染，系一种细菌叫 propionic bacteria。嗯。佢咧就捐入个面度嗰啲皮肤里边，喺毛孔里边。咁一般嘅暗疮药咧就系、是、啲抗生素，就系搽。那些皮肤就杀死表面的细菌，但是那些细菌就匿在个毛孔里面匿埋了，那下次又捐回出来，所以暗疮很难断尾，就是这样的原因。但是这个杜鹃酸呢就可以捐入个毛孔里面杀死毛孔的细菌，那就可以清理了那个暗疮。同埋呢这个杜鹃酸呢还可以去了以前暗疮留下的印啊，还可以去印的，就可以去印，譬如说个有些老人斑啊，荷尔蒙斑啊，都可以的，都可以清咗啲印去，同埋咧呢个杜鹃酸可以将厚咗嘅皮咧可以薄翻嘅，譬如话暗疮完咗之后个面咧好似地球表面、月球表面凹凹凸凸咧，佢之所以能够凹凹凸凸，因为啲皮肤硬咗先可以维持佢凹凹凸凸。但如果令到个角质细胞系唔好生咁多，唔好增生得咁快咧，嗰啲个皮肤就软翻噶啦，嗯，咁嗰啲硬皮就会冇咗噶啦。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因为有些人有什么油性皮肤、干性皮肤、敏感性皮肤，这都适合用的吗？都可以噶，吓、啊，就都可以。所以你自己说，其实有很多的例子是吃了健康食品，甚至抹了健康食品都可以好的，是吗？系啊，有好多健康食品咧，就系譬如话有啲人佢话手脚冰冻嘅，系。咁有咩定可以手脚唔冰冻呢？咁、我经常有，嗯。譬如话有啲呢就唔系致命嘅。譬如话佢想冇皱纹啦。哦你美容都是专家。点解会有皱纹呢？因为皮肤有种叫做胶原蛋白。係啊。但一个皮肤最靓嗰啲就係 baby， 因为 baby 下面有好多胶原蛋白。但係当个胶原一冇咗呢，个皮肤就塌咗落嚟啦，就有条皱纹。但是胶原蛋白呢那个分子量呢是很大的，是没办法查到入去皮肤的。如果你吃胶原蛋白呢，你的肠就同你消化了。哦不得的，人家说喝骨胶原蛋白。没用的，没用的。喝骨胶原蛋白。不得的。哦 ,ok。那你就算你说有些是将它分子量减细了，就算吸了有血里面，那是怎样，那它懂得去到皮肤吗？嗯。你怎样去direct 嗰啲东西到皮肤呢，咁、去到皮肤又点样可以令到皮肤细胞去做胶原蛋白呢？咁、但係有一个健康食品呢叫做硫辛酸呢，就可以令到皮肤本身嘅成纤维细胞呢係做啲新嘅胶原蛋白出嚟。咁有啲女士喺个铺头度买咗啲呢个健康食品呢，係
即系成个人滑晒，咁贪心到咧，佢连嗰个手踭啲皮肤佢都想滑埋添啊！吓，可以吗？可以嘅，是抹的吗？又食得又搽得，搽嗰啲咧就可以，譬如话眼肚嗰个皮肤绷紧咗，绷紧咗眼肚又就冇咗啦。个皮肤就紧致咗啦。嗯，或者系。那个颈嗰啲松咗嘅皮又可以绷紧啲啦，咁唔会人哋觉得你系睇住个皮就知道你系本来就系老老地咁样。系，哇！原来其实我以为是药理专家专门是治病的，原来你还是美容专家哈。有阵时睇到嗰啲人佢譬如话食咗啲健康食品咧，举个例，佢个癌缩细咗啦，或者个癌唔见咗，咁佢好开心，好似执翻条命咁样，咁我都戥佢开心。是真的有啲嘅 case， 你讲啲 case 过嚟听。最戏剧性嘅一个例子咧就咁嘅，有一次咧就有个系便衣警探，即系 CID 咁样，我唔知道系警察嚟，咁咧佢嚟到咧，佢就话佢有鼻咽癌，咁咧已经系上咗脑添啊。嗯，是末期吗？上脑了是？系啦，要末期噶啦。咁咧佢本来唔知道我有个铺头嘅，就因为佢个女朋友。睇信報啊，然後呢就上網啊，知道有顧小培咁，佢話同佢男朋友講你試下啦，反正都冇所謂啦，試下啦咁樣。咁呢我就介紹佢食個四小補，即係四小補就係洋葱素、綠茶素、粟米心素同埋蘋果素。咁食咗一個半月呢，咁佢就話俾我聽佢腦嗰個癌呢係冇咗啦，唔見咗。咁佢仲身體仲開始慢慢係壯健咗，由本來嘅七十幾磅呢就上返去到130多磅。哇，咁佢仲可以踩單車返工。咁呢件事呢就驚動咗警察局，因為原來呢警察局裏面呢有個福利組嘅，呢個福利組呢係如果啲警察喺死亡嗰時呢，個福利組就幫佢負責安排啲殯儀嗰啲嘢。咁後尾我先知道呢，原來福利組已經準備晒成套嗰啲殯儀嗰啲事項㗎啦。個人一死咗呢就即刻可以即係啟動㗎啦。咁而家佢冇死到喎。咁呢個福利組就開始有興趣啦，因為原來警察隊伍裏面呢有3000多人都有 cancer。3000多人？有3000人有 cancer。咁但如果每一次都可以慳返呢個殯儀嘅話呢，你就算閒閒地10000元一次啦，咁你3000多人咪可以慳返3000多萬囉。嗯。咁呢件事呢就即係算係驚動咗個警署啦。咁嗰、那個福利組個總警司咧就親自過嚟想了解一下情況。咁後尾咧就好多總警司啊，香港好似有6個總警司。咁副警務處長都過嚟啦。係啊。咁咧就然後好多嗰啲警署嘅嗰啲高級嗰啲就一個個都過嚟，咁佢想了解一下情況。咁我就去咁佢請我去香港警署，仲有一個佢哋有一個好出名嘅咖喱嘅，係嗰啲印度巴基斯坦嗰啲警察，佢每個星期三有咖喱日嘅。係咩？係啊，咁請我食咖喱餐，食咖喱，咁然後呢就請我去解釋呢個四小寶俾嗰啲警察聽啊咁樣。咁所以我呢就而家收埋呢好多張卡片嘅。好高級嘅嗰啲警務人員嘅卡片。呢個係都係一個好似草郵票咁樣草一個 collection 咁樣。所以現在你有一些的顧客是警察是嗎？係啊。原來警察有這麼多的病人啊，就是 cancer。有嘅，因為可能佢哋壓力大啦，以前壓力就會令到容易會有細胞癌变啊，咁样癌变、癌变，但是这个警察，你说吃了你多久的药？这个 cancer 比个半月，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就没有6个星期。然后是哪些素呢？你就系嗰四小补咯，就系四小补。系啊，咁佢后屘话俾我听，玉米新素、苹果果胶、洋葱素、绿茶素。佢后屘话俾我听，佢话佢本来啲人唔半信半疑嘅，所以佢未嚟之前咧就先做一个 PET scan， 即系证明佢有呢个癌喺脑啦。然后食完咗之后呢再做个 PET scan，
个分别呢就是个脑嗰个癌系唔见咗。即系唔见咗。唔见咗。哇哦。啊哈啊哈。那所以他很非常开心。救命恩人呢你几乎等于。这个是我只是介绍啲嘢俾人食啫。是啊。但那他当时医生怎么跟他说，医生都叫他要吃些东西，要玩就尽量吃尽量玩的了样。哦，所以是不是看你的一些客人哈，是不是都是就是如果有病的话都是那个 stage 说医生啊传统的医生都没办法了，所以才来找你的。有些是老人家的，因为香港医疗制度呢，譬如说你去公立医院，如果你已经去到70岁或者以上呢，而发现有癌呢，咁医生通常就是用化疗嘅方法对付个癌嘅。但化疗有好多好紧要嘅副作用，系年纪大未必受得住。所以医生就通常70岁以上呢就算系放弃咗佢嘅，即系话俾如果你有啲唔舒服或者有啲痛呢就俾啲止痛药你或者系直情话同佢即系开心啲啊咁样。咁但系对个医生嚟讲呢，那个系一个病人，但对个病人嘅家属嚟讲，那个系佢嘅屋企人嚟嘅。咁冇可能系对个屋企人话善终啊咁样，梗系要尽最后嘅努力先至可以即系尽晒努力先去救个屋企人。所以好多年纪大嗰啲长者呢就嚟我铺头，就系嗰啲个仔啊女呢就想问下有冇另外个方法可以帮嗰、那个爸爸或者妈妈，令到佢唔需要用化疗嘅方法可以处理个癌咁样。我记得其实你最开始讲说有些老人家比如说老人痴呆，其实你是一些健康食品也蛮有效的，有这种 case 真的吃老人痴呆吃你的药然后就好了吗？有的。有一个一方的名人，他是不方便讲他的名字。他就他有老人退化症。他的太太呢就听到我或者有些人可以帮他，于是就买了两个健康食品。一个呢就叫做苹果果胶。一个呢就叫做预留肉碱。咁佢食咗一个月呢，咁佢返嚟话俾我听，佢话几好喎。咁我话好成点呢，佢话佢个 husband 呢就而家讲话讲多咗啦。就一齐喺度听緊啲古典音乐呢，佢就可以佢话讲得出嗰、那个作曲家个名啊。又可以去唱返嗰啲旋律出嚟啊咁样。即係对人嘅反应就会眼神接触又会好咗啊咁样。因为冇嘢会无端端发生㗎嘛。咁如果有改善呢，即係话梗係有啲嘢係做对咗㗎嘛。咁就好似你同我讲我而家好口渴啦，有咩可以止渴啦咁。我话你试下饮水啦咁。咁你饮咗两杯水，咦好似幾好喎，冇咁口渴。嗱，如果我同你講話你口渴啦，食塊麵包啦，你食10磅都口渴㗎嘛，因為個方法係錯嘅。咁如果你覺得有改善呢，冇嘢會無端端好返嘅，實係個方法係對。即係話呢個健康食品同埋呢個劑量呢，喺嗰個人身上呢係 work 嘅，係用係得嘅。咁只要你繼續用，咁你好似繼續飲水咪等有一日会继续好翻的。就是他现在就是这个名人，他在没吃你的健康食品之前，他就说完全是痴呆的，就是跟人交流不了的吗？是啊，即是个人会气性往来，粒声不出啊，有时会发大脾气啊，咁样。咁而家呢就可以同人倾下偈啊，咁样。OK， 这个进步是要多长时间才有进步呢？两三个月到啦。两三个月就可以 ，OK。就有咁嘅好处。这除了苹果果胶，是不是你之前讲的，比如说绿茶素，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防痴呆的健康食品？绿茶素呢就是唐氏综合症嗰啲小朋友就啱，因为佢哋系嗰个脑神经喺度发展嗰阵时咧。咁每一个神经细胞伸延一啲竹酥出嚟嘅。
举个例，譬如话而家一个神经细胞有三条接收信息嘅触须，咁如果即系话嗰个小朋友咧，三样嘢就完全系可以接收，第四样嘢接收唔到嘅。嗯。但系举个例，如果一个人系一个交响乐嘅指挥，咁佢同时要听十几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仲要加几件木管乐器、铜管乐器、敲击乐器，咁即系同一秒钟咧，可能有二十个音乐同时入佢个耳仔嘅。嗯。咁佢就要有二十条触须咧，先可以去平衡处理个二十个嘅信息。嗯。所以触须一多咧，个人嘅专注力就会好啲，思考能力就会强啲。咁有个健康食品咧，叫牛肉碱咧，就可以增加触须数目，同埋咧嗰个绿茶素咧，就可以令到嗰个细胞可以生啲触须出嚟。咁有一次有个人佢话佢个细蚊仔有即系蒙古儿，即系唐氏综合症。咁佢话有冇方法可以帮佢？咁我话你试下用绿茶素啦。咁即系亦都喺度买紧嘅，有绿茶素俾个细蚊仔食，佢都系有见到佢有进步。但是我之前问过您，您说这个防痴呆应该是吃绿茶素，但是你刚才说那个名人是有老人痴呆，反而是给他苹果胶，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两种苹果果胶咧，就增加佢记忆嘅。绿茶素咧就增加佢个认知能力嘅。嗯。譬如话，举个例啦，我哋知道大便咧要除裤嘅。嗯。但当你有认知人哋一退步咧，你唔知道先要除裤先大便，咁咪成裤都系噶嘛。咁依个咧就同个记忆冇关系，嗰个认知能力。譬如话一个人譬如我哋揸住个苹果，将苹果调转咗咧，我哋都知道嗰只系苹果嚟嘅。嗯。但系有啲问题嗰啲人咧，佢调转咗佢就唔知道系苹果嚟噶。那个认知嘅方面啊。即系佢本来识得用筷子嘅，佢而家用唔到筷子。嗯，因为啲系学习翻嚟嘅嘢嚟嘅，唔系天生。天生我哋用手去拿住啲嘢放入口食噶嘛。嗯，咁要识得用刀叉、用筷子系要学嘅。但系当个学习能力系冇咗嘅话咧，即系连本来学到嘅嘢都冇咗噶嘛。明白，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就是，如果是老人痴呆的话，也要吃苹果胶，同时也要吃绿茶素，对不对？系，如果真系发生，如果你话我想预防嘅，咁就食一两样得噶啦。但系如果系真系出现问题咧，我就会介绍多几样嘢嘅。明白。除此，你刚才讲了一个鼻咽癌的，好了一个多月。一个名人不方便说名字的吃了，他本身是老人痴呆，那么吃了你的药吃了你的健康食品，两三个月就明显的连都会歌都会唱，是古典音乐是吗？是呀，是呀。还有这个小孩有没有什么案例？有的有一个导演，咁呢佢个细蚊仔呢就有湿疹。咁咁湿疹咧，就医生一般就系用类固醇啦，就揿住佢嘅。但系用得几用咧，就又会爆翻出嚟。咁点样对付湿疹咧？就系用洋葱素、绿茶素就对付湿疹。咁佢食好咗之后咧，咁佢班上啲同学都过嚟啦。吃多久就好了呢？两个到四个星期到啦。那么快，快全部都好了啊！哈、uh-huh ，系啊，咁啊湿疹啊、鼻敏感啊，咁另外咧就有一次，有一个名人咧，咁佢下边嘅生意里边咧系包含一个出版社嘅，咁佢就话，不如咧你我叫嗰个杂志嘅编辑访问你啦，嗯，就。咁你可以讲下嗰啲湿疹啊，咁样有咩好处咁？咁嗰个编辑好客气，因为老板叫到佢去访问我，佢就同我讲，佢话
你想讲啲咩嘢，嗯，我就访问你咩嘢噶啦，嗯嗯，就仲有一次咧，就系、是、减肥嘅，嗯，就减肥同埋甩头发，嗯，因为明星咧系唔可以甩头发嘅，甩头发对佢嚟讲真系一系就戴假发，如果唔系就甩光晒就觉得佢衰老啦嘛，老咗，咁同埋咧又唔可以太肥喎，太肥咧人哋就影佢个 pat pat 啊，个 pat pat 已经咁大啦，或者有个车胎啊喺个肚腩嗰度啊咁。嗯。咁我就有个方咧就帮人去减肥嘅。啊，还有帮减肥的。帮人减肥嘅。咁有个明星嘅星妈，佢又好想 fit 嘅，咁佢就食咗啲健康食品咧。佢好開心，佢話我有一條本來6000蚊一條褲啊，我著唔落啊，咁而家著得到嗰條褲啊。那剛才我不懂，你說有一個什麼大老闆，他叫他手下的一個員工訪問你，那他這個大老闆是有病嗎？還是員工有病？係個大老闆嗰個女有病。哦，就是你說是有濕疹的。唔系，有湿疹系个导演个仔。那这个大老板的女儿有什么病？有一样叫做玫瑰痤疮。哦 ，rosacea。啊 ，rosacea。嗯，然后呢？咁好翻啦。哦，你是连皮肤病都看到？系啊。啊。这个对付玫瑰痤疮个叫杜鹃酸。是臭狐都得的。嗯嗯嗯。臭狐呢就查3天就冇咗臭狐了。是吗？啊。点解会有臭狐呢？就是因为有啲细菌，嗰啲细菌呢就捐入去个毛孔里面，咁就喺毛里面生长啦，咁就分泌一啲细菌嗰啲新陈代谢嗰啲化学物品呢，所以就有臭狐啦。咁呢个叫杜鹃酸呢，佢可以走入个毛孔里边咧，系杀死毛孔啲细菌。你是抹的还是吃的？系搽嘅。就是搽嘅。搽嘅。抹的。嗰个暗疮都系啊，暗疮都系因为细菌感染，系一种细菌叫 propionic bacteria。嗯。佢咧就捐入个面度嗰啲皮肤里边，喺毛孔里边。咁一般嘅暗疮药咧就系、是、啲抗生素，就系搽嗰啲皮肤就杀死表面嘅细菌。但是那些細菌就匿在個毛孔裏面匿埋咗，咁下次又捐翻出嚟，所以暗瘡好難斷尾，就係、是、咁嘅原因。咁但係呢個杜鹃酸咧就可以捐入個毛孔裏面殺死毛孔啲細菌，咁就可以清理咗嗰個暗瘡。同埋咧，呢、這個杜鹃酸咧仲可以去咗以前暗瘡留底啲印，啊，還可以去印的，就可以去印。譬如話個有啲老人斑啊、荷爾蒙斑啊，都可以噶，都可以清咗啲印去。同埋咧，依、這個杜鹃酸可以將厚咗嘅皮咧可以薄翻嘅。譬如話暗瘡完咗之後，個面咧好似地球表面、月球表面凹凹凸凸咧，佢之所以能夠凹凹凸凸，因為啲皮膚硬咗，先可以維持佢凹凹凸凸。但如果令到個角質細胞係唔好生咁多，唔好增生得咁快咧，嗰啲個皮膚就軟翻噶啦。嗯。咁嗰啲硬皮就會冇咗噶啦。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因為有些人有什麼油性皮膚、乾性皮膚、敏感性皮膚，是都適合用的嗎？都可以噶嚇。就都可以。所以你自己說，其實有很多的例子是吃了健康食品，甚至抹了健康食品都可以好的，是嗎？係啊，有好多健康食品咧，就係譬如話有啲人佢話手腳冰凍嘅。係。咁有咩定可以手腳唔冰凍咧？咁呢、經常有。嗯。譬如話有啲咧就唔係致命嘅。譬如话佢想冇皱纹啦。哦，你美容都是专家。点解会有皱纹呢？因为皮肤有种叫做胶原蛋白。系啊。但一个皮肤最靓嗰啲就系 baby， 因为 baby 下边有好多胶原蛋白。但系当个胶原一冇咗咧，个皮肤就塌咗落嚟啦，就有条皱纹。但系胶原蛋白咧，嗰、那个分子量咧系好大嘅，系冇办法查到入去皮肤嘅。如果你食胶原蛋白咧，你个肠就同你消化咗嘅。哦，唔得噶，人哋话饮胶原蛋白冇用嘅，冇用。喝骨胶原蛋白唔得嘅。OK。咁你就算你话有啲系将佢分子量减细咗啦，就算吸咗入血里边，咁系点啊？咁佢识得去到皮肤咩？嗯。你点样去
direct 嗰啲东西到皮肤呢，咁去到皮肤又点样可以令到皮肤细胞去做胶原蛋白呢？咁但係有一个健康食品呢叫做硫辛酸呢，就可以令到皮肤本身嘅成纤维细胞呢係做啲新嘅胶原蛋白出嚟。咁有啲女士喺个铺头度买咗啲呢个健康食品呢，係即係成个人滑晒，咁贪心到呢佢连嗰个手踭啲皮肤佢都想滑埋添啊。啊，可以吗？可以嘅。是抹的吗？又食得又搽得，搽嗰啲呢就可以，譬如话眼肚嗰个皮肤绷紧咗，绷紧咗眼肚又就冇咗啦，个皮肤就紧致咗啦，或者係嗰个颈嗰啲松咗嘅皮又可以绷紧啲啦，咁唔会人哋觉得你係睇住个皮就知道你係本来就是老老地咁样。嗨，哇，原来其实我以为是药理专家专门是治病的，原来你还是美容专家哈。有時睇到嗰啲人佢譬如話食咗啲健康食品呢，舉個例佢個癌縮細咗啦，或者個癌唔見咗，咁佢好開心，好似執返條命咁樣，咁我都戥佢開心。係真係有啲嘅 case， 你講啲 case 過嚟聽。最戲劇性嘅一個例子呢就咁嘅。有一次呢就有個係便衣警探，即係 CID 咁樣，佢我唔知道係警察嚟。咁呢佢嚟到呢佢就話佢有鼻咽癌，咁已經係上咗腦添。是末期吗？上脑了是吗？是的，要末期的嘛。那么他本来不知道我有个铺头的，就因为他的女朋友看信报啊，然后呢就上网啊，知道有顾小培，他说跟他男朋友说你试一下啦，反正都无所谓啦，试一下啦，这样。那么我就介绍佢食个四小补，即系四小补就系洋葱素、绿茶素、粟米心素同埋苹果素。咁食咗一个半月咧，咁佢就话俾我听，佢脑嗰个癌咧系冇咗啦，唔见咗。咁佢仲身体仲开始慢慢系壮健咗，由本来嘅七十几磅咧就上翻去到130几磅。哇！咁佢仲可以踩单车翻工。咁呢件事呢就惊动咗警察局。因为原来呢警察局里面呢有个福利组嘅。呢个福利组呢係如果啲警察喺死亡嗰时呢，个福利组就帮佢负责安排啲殡仪嗰啲嘢。咁后面我先知道呢，原来福利组已经准备晒成套嗰啲殡仪嗰啲事项㗎喇，个人一死咗呢就即係可以即係启动㗎喇。咁而家佢冇死到喎。咁呢个福利组就开始有兴趣啦，因为原来警察队伍里面呢有3000几个人都有 cancer。3000多人？有3000人有 cancer。咁但如果每一次都可以悭返呢个殡仪嘅话呢，你就算闲闲地10000蚊一次啦，咁你3000几个人咪可以悭翻3000几万咯。咁呢件事咧就即系算系惊动咗个警署啦。咁嗰个福利组个总警司咧就会就亲自过嚟想了解一下情况。咁后屘咧就好多总警司啊，香港好似有6个总警司。咁副警务处长都过嚟啦。系啊。咁咧就然后好多嗰啲。警署嘅嗰啲高級嗰啲就一個個都過嚟，咁佢想了解一下情況。咁我就去咁佢請我去香港警署，仲有一個佢哋有一個好出名嘅咖喱嘅，係嗰啲印度巴基斯坦嗰啲警察，佢每個星期三有咖喱日嘅。係咩？係啊。咁請我食咖喱餐，食咖喱。咁然後呢就請我去解釋呢個四小寶俾嗰啲警察聽啊，咁所以我呢就而家收收埋埋呢好多張卡片嘅，好高級嘅嗰啲警務人員嘅卡片，呢個係都係一個好似儲郵票咁樣儲一個 collection 咁樣。所以現在你有一些的顧客是警察是嗎？係啊。原來警察有這麼多的病人啊，就是 cancer。有嘅，因为可能佢哋压力大啦，以前压力就会令到容易会有细胞癌变啊咁样。癌变、癌变。但是这个警察，你说吃了你多久的药？这个 cancer 个半月，一个半月。一个半月就没有。6个星期。
然后是哪些素呢？你就是那四小宝，就是四小宝。系啊，咁佢后屘话俾我听，玉米新素、苹果果胶、洋葱素、绿茶素。佢后屘话俾我听，佢话佢本来啲人唔半信半疑嘅、嗯，所以佢未嚟之前咧就先做一个 PET scan， 即系证明佢有呢个癌喺脑啦。然后食完咗之后咧，再做个 PET scan， 个分别咧就系、是、个脑嗰个癌系唔见咗，即系唔见咗，唔见咗。哇哦，嗯、啊哈啊哈。那所以他很非常开心，救命恩人呢？你几乎等于，嗯，这个是我只介绍啲嘢俾人食啫。系啊，但那他当时医生怎么跟他说？医生都叫佢要食啲嘢，要玩就尽量食，尽量玩噶啦，咁样。哦，所以是不是看你的一些客人哈，是不是都是就是如果有病的话，都是那个 stage， 说医生啊，传统的医生都没办法了，所以才来找你的。有啲係老人家嘅，因為香港醫療制度咧，譬如話你去公立醫院，如果你已經去到70歲或者以上咧，而發現有癌咧，咁醫生通常就係用化療嘅方法對付個癌嘅。但化療有好多好緊要嘅副作用，係年紀大未必受得住、所以醫生就通常70歲以上咧就。算是放弃了他的，就是说被如果你有些不舒服或者有些痛呢，就被些止痛药你或者是直接说跟他就是开心一点啊这样。但是对个医生来讲呢，那个是一个病人，但是对个病人的家属来讲，那个是他的家人来的。那没可能是对个家人说善终啊这样，当然要尽最后的努力才可以就是尽晒努力先去救个屋企人，所以好多年纪大嗰啲长者咧就嚟我铺头，就系嗰啲个仔啊女咧就想揾下有冇另外嘅方法可以帮嗰、那个爸爸或者妈妈，令到佢唔需要用化疗嘅方法可以处理个癌咁样。我记得其实你最开始讲说有些老人家，比如说老人痴呆。其实你是一些健康食品也蛮有效的，有这种 case 真的吃老人痴呆吃你的药然后就好了吗？有的，有一个一方的名人，他是不方便讲他的名字，他就他有老人退化症，他的太太呢就听到我或者有些人可以帮他，于是就买了两个健康食品，一个呢就叫做苹果果胶，一个呢就叫做预留肉碱。咁佢食咗一个月呢，咁佢返嚟话俾我听，佢话几好喎、咁我话好成点呢，佢话佢个 husband 呢就而家讲话讲多咗啦，就一齐喺度听緊啲古典音乐呢，佢就可以佢话讲得出嗰、那个作曲家的名字啊，又可以去唱翻嗰啲旋律出嚟啊，咁样，即系对人嘅反应就会眼神接触又会好咗啊，咁样。因为冇嘢会无端端发生噶嘛。咁如果有改善咧，即系话梗系有啲嘢系做对咗噶啦。咁就好似你同我讲，我而家好口渴啦，有咩可以止渴啊？咁。我话你试下饮水啦，咁你饮咗两杯水，咦，好似几好喎，冇咁口渴。嗱，如果我同你讲话，你口渴难食块面包啦，你食十磅都口渴噶嘛，因为个方法系错嘅。咁如果你觉得有改善咧，冇嘢会无端端好翻嘅，实系个方法系对，即系话依个健康食品同埋依个剂量咧，喺嗰个人身上咧系 work 嘅，系用系得嘅。咁只要你继续用，咁你好似。继续饮水咪，等有一日会继续好翻噶。就是他现在就是这个名人，他在没吃你的健康食品之前，他就说完全是痴呆的，就是跟人交流不了的吗？系啊，即系个人会气性往来，粒声唔出啊，有阵时会发大脾气啊，咁样咯。咁而家咧就可以同人倾下偈啊，咁样。OK， 这个进步是要多长时间才有进步呢？两三个月到啦。
两三个月就可以、嗯、OK 就有这么好处。这除了苹果果胶，是不是你之前讲的比如说绿茶素，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防痴呆的健康食品？绿茶素呢就是唐氏综合症那些小朋友就啱，因为他们是那个脑神经在发展的时候呢，每一个神经细胞都伸延一些竹素出来的、举个例，譬如说现在一个神经细胞有三条接收信息的竹素，那如果即是说那个小朋友呢三样东西就完全是可以接收，第四样就接收不到的、嗯、但是举个例，如果一个人是一个交响乐的指挥，那他同时要听十几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还要加几件木管乐器、铜管乐器、敲击乐器，咁即系同一秒钟咧，可能有二十个音乐同时入佢个耳仔喎。嗯，咁佢就要有二十条竹苏咧，先可以去平衡处理个二十个嘅讯息。嗯，所以竹苏一多咧，个人嘅专注力就会好啲，思考能力就会强啲。咁有个健康食品咧，叫牛肉碱咧，就可以增加竹苏数目。同埋呢嗰个绿茶素呢就可以令到嗰个细胞可以生啲竹苏出嚟。咁有一次有个人佢话佢个细蚊仔有即係蒙古儿，即係唐氏综合症。咁佢话有冇方法可以帮佢。咁我话你试下用绿茶素啦。咁即係亦都喺度买緊嘅一个绿茶素俾个细蚊仔食。他都是有见到他有进步。但是我之前问过您，您说这个防痴呆应该是吃绿茶素，但是你刚才说那个名人是有老人痴呆，反而是给他苹果胶，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两种，苹果果胶呢就是增加他的记忆的。绿茶素呢就增加他的认知能力的。譬如说举个例，我们知道大便咧要除褲嘅，但系当你有认知人哋一退步咧，你唔知道先要除褲先大便，咁咪成褲都系噶嘛。咁依个咧就同个记忆冇关系，嗰个认知能力。譬如话一个人，譬如我哋揸住个苹果，将苹果调转咗咧，我哋都知道嗰只系苹果嚟嘅。但系有啲问题嗰啲人咧，佢调转咗佢就唔知道系苹果嚟噶。那个认知的方面，即是他本来懂得用筷子，他现在用不到筷子。因为这些是学习回来的东西，不是天生。天生我们用手去拿着东西放入口吃的嘛。那要懂得用刀叉用筷子是要学的。但是当个学习能力是没有了的话呢，即是连本来学到的东西都没有了嘛。明白。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就是如果是老人痴呆的话也要吃苹果胶，同时也要吃绿茶素，对不对？是，如果真的发生，如果你说我想预防的那就写一两样得了。但如果是真的出现问题呢，我就会介绍多几样东西。明白。除此你刚才讲了一个鼻咽癌的好了一个多月，一个名人不方便说名字的吃了，他本身是老人痴呆，那么吃了你的药吃了你的健康食品，两三个月就明显的连都会歌都会唱，是古典音乐是吗？是呀。还有这个小孩有没有什么案例？有的有一个导演，咁呢佢个细蚊仔呢就有湿疹。咁咁湿疹呢就医生一般就係用类固醇啦就按住佢嘅，但係用得几用呢就又会爆返出嚟。咁点样对付湿疹呢，就係用洋葱素、绿茶素就对付湿疹。咁佢食好咗之后呢，咁佢班上啲同学都过嚟啦。吃多久就好了呢？两个到四个星期到啦。那么快，快全部都好了。是啊，咁啊湿疹啊、鼻敏感啊，咁另外咧就有一次，有一个名人咧，咁佢
佢下面嘅生意里面呢係包含一个出版社嘅。咁佢就话不如呢你我叫嗰个杂志嘅編輯訪問你啦。嗯。就咁你可以讲下嗰啲濕疹啊咁样有咩好处咁。咁嗰个編輯好客气，因为老板叫到佢去訪問我，佢就同我讲话你想讲啲咩嘢，嗯，我就訪問你咩嘢㗎啦。嗯。就仲有一次呢就係減肥嘅。嗯。就減肥同埋甩頭髮。嗯。因為明星呢係唔可以甩頭髮嘅。甩頭髮對佢嚟講真係一係就戴假髮，如果唔係就甩光曬就覺得佢衰老啦嘛，老咗。咁同埋呢又唔可以太肥喎，太肥呢人哋就影佢個 pat pat 呀，個 pat pat 已經咁大啦，或者有個車胎呀喺個肚腩嗰度呀咁。嗯。咁我就有個方呢就幫人去減肥嘅。啊，喺度幫人肥嘅。幫人減肥嘅。咁有個明星嘅星媽，佢又好想 fit 嘅。咁佢就食咗啲健康食品呢，佢好開心，佢話我有一條本來6000蚊一條褲啊，我著唔落啊，咁而家著得到嗰條褲啊。咁剛才我不懂，你說有一個什麼大老闆，他叫他手下的一個員工訪問你，那他這個大老闆是有病嗎？還是員工有病？係個大老闆嗰個女有病。哦，就是你說是有濕疹的。唔係，濕疹係個導演個仔。那這個大老闆的女兒有什麼病？有一樣叫做玫瑰座瘡。哦 ，rosacea。啊 ，rosacea。嗯，然後呢？咁好翻啦。哦，你是連皮膚病都看到？係啊。啊！依個對付玫瑰座瘡個叫杜鵑酸，係臭狐都得嘅。嗯嗯嗯。臭狐咧就搽3天就冇咗臭狐噶啦。是吗？啊！点解会有臭狐呢？就是因为有啲细菌，嗰啲细菌咧就钻入去个毛孔里边，咁就喺毛里边生长啦，咁就分泌一啲细菌嗰啲新陈代谢嗰啲化学物品咧，所以就有臭狐啦。咁呢个叫杜鹃酸咧，佢可以走入个毛孔里边咧，系杀死毛孔啲细菌。你是抹的还是吃的？系搽嘅。就是搽嘅。搽嘅。抹的。嗰、那個暗瘡都係暗瘡都係因為細菌感染，係一種細菌叫 propionic bacteria， 佢咧就捐入個面度嗰啲皮膚裏面，喺毛孔裏面。咁一般嘅暗瘡藥咧就係、是、啲抗就係、是、搽嗰啲皮膚就殺死表面嘅細菌，但係嗰啲細菌咧就匿喺個毛孔裏面匿埋咗，咁下次又捐翻出嚟，所以暗瘡好難斷尾，就係、是、咁嘅原因。咁但係呢個杜鵑酸呢就可以捐入個毛孔裏面殺死毛孔啲細菌，咁就可以清理咗嗰個暗瘡。同埋呢呢、這個杜鵑酸呢仲可以去咗以前暗瘡留低啲印。啊，還可以去印的。就可以去印，譬如話個有啲老人斑啊、荷爾蒙斑啊都可以㗎。都可以清咗啲印去。同埋呢呢、這個杜鵑酸可以將厚咗嘅皮呢可以薄返嘅。譬如話暗瘡完咗之後個面呢好似地球表面月球表面粒粒突突呢，佢之所以能夠粒粒突突，因為啲皮膚硬咗先可以維持佢粒粒突突。但如果令到個角質細胞係唔好生咁多，唔好增生得咁快呢，佢個皮膚就軟返㗎啦。咁嗰啲硬皮就會冇咗㗎啦。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因為有些人有什麼油性皮膚、乾性皮膚、敏感性皮膚，是都適合用的嗎？都可以㗎、啊。就都可以。所以你自己說其實有很多的例子是吃了健康食品甚至抹了健康食品都可以好的，是嗎？係啊，有好多健康食品呢就係、是、譬如話有啲人佢話手腳冰凍㗎。咁有咩定可以手腳唔冰凍呢？咁經常有。譬如話有啲呢就唔係致命嘅。譬如話佢想冇皺紋啦。你美容都是專家。點解會有皺紋呢？因為皮膚有種叫做膠原蛋白。係啊。一個皮膚最靚嗰啲就係 baby， 因為 baby 下面有好多膠原蛋白。但係當個膠原一冇咗呢，個皮膚就塌咗落嚟啦，就有條皺紋。
但是胶原蛋白呢那个分子量呢是很大的，是没办法查到入去皮肤的。如果你吃胶原蛋白呢，你肠就同你消化了。哦，不得的，人家说喝骨胶胶原蛋白。没用的，没用的。喝骨胶原蛋白。不得的。哦哦 ,ok。咁你就算吸，就算你话有啲系将佢分子量减细咗啦，就算吸咗入血里边，咁系点啊？咁佢识得去到皮肤咩？嗯，你点样去 direct 嗰啲东西到皮肤咧？咁、去到皮肤又点样可以令到皮肤细胞去做胶原蛋白咧？咁但系有一个健康食品咧，叫做硫辛酸咧，就可以令到皮肤本身嘅成纤维细胞咧，系做啲新嘅胶原蛋白出嚟。咁有啲女士喺个铺头度买咗啲呢个健康食品咧，系即系成个人滑晒，咁贪心到咧，佢连嗰个手踭啲皮肤佢都想滑埋添啊！吓，可以吗？可以嘅，是抹的吗？又食得又搽得，搽嗰啲咧就可以，譬如话眼肚嗰个皮肤绷紧咗，绷紧咗眼肚又就冇咗啦，个皮肤就紧致咗啦，或者系。嗰、那个颈嗰啲松咗嘅皮又可以绷紧啲啦，咁唔会人哋觉得你系睇住个皮就知道你系本来就系老老地咁样。系哇，原来其实我以为是药理专家专门是治病的，原来你还是美容专家哈。